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旅所游地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巴黎铁塔的浪漫提篮球赛，篮下也能看铁塔；二、马丘比丘的高海拔瑜伽，呼吸间的古城灵气；三、冰岛地热温泉的极光泳池派对，泡汤也要追光。那么、哦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巴黎铁塔的浪漫提篮球赛。 篮下也能看铁塔。各位亲爱的历史与运动爱好者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极其罕见且充满浪漫气息的体育赛事——巴黎铁塔的浪漫体篮球赛。想象一下，在这个世界著名的地标下，篮球运动员们奋力竞技，而观众们不仅享受着精彩的比赛，还能抬头欣赏这座铁制巨人的壮观景象。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，更是一次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巴黎铁塔的历史。 这座塔是为了一八八九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，当时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暂时的建筑，甚至有人批评它是一个丑陋的金属怪物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巴黎铁塔不仅成为了法国的象征，更是全球最著名的浪漫地标之一。现在，让我们把时光快转到这个虚构的篮球赛事，想象一下，篮球场就设置在巴黎铁塔的脚下，球员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地上奋力拼搏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画面。 而当球员在篮下跳跃投篮时，他们不仅要对抗对手，还要与这座铁塔的壮观景象竞争观众的注意力。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运动竞技，更是一次对于美学的挑战。球员们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或许会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得更加优雅，毕竟他们是在为一群既爱好运动又寻求浪漫的观众表演。而观众们，他们不仅能够欣赏到激烈的比赛，还能在比赛间隙抬头望向铁塔，享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。当然。 这样的比赛也会带来一些有趣的挑战，比如说，如果比赛进行到傍晚，铁塔上的灯光开始闪烁，这可能会对球员的视线造成干扰；或者，当一个特别浪漫的求婚突然在观众席上发生时，球员们是否会分心，甚至停下来观看这一幕呢？总之，巴黎铁塔的浪漫踢篮球赛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概念，它将运动的激情与城市的浪漫完美结合。虽然这样的赛事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。 但他提醒我们，运动和文化可以以多种形式交织在一起，创造出独特而难忘的体验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马丘比丘的高海拔瑜伽，呼吸间的古城灵气。各位瑜伽爱好者、历史探险家以及对古文明充满好奇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——马丘比丘的高海拔瑜伽，呼吸间的古城灵气。这个主题听起来就像是历史和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，不是吗？ 首先，让我们来点基础知识。马丘比丘这个位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古城，是印加帝国的象征，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。它坐落在海拔约两千四百三十米的山峰上，四周被壮丽的山脉和蔚蓝的天空包围。想象一下，在这样的地方练习瑜伽，那得是多么的神奇和振奋人心啊！现在，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。想象一下，你在马丘比丘的遗址上，试图在不平坦的石头上保持平衡。 做一个完美的术士。k 突然间，一只好奇的羊驼走过来，用它那好奇的眼神盯着你，似乎在说：“嘿，人类，你在做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瑜伽吗？”这时，你不仅要与自己的身体和呼吸保持和谐，还要与这个古老文明的精神动物保持和谐。但说真的，马丘比丘的高海拔对于练习瑜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。高海拔意味着空气稀薄，氧气减少。 所以你的每一次呼吸都要更加深沉和有意识，这其实是一种练习，让你更加专注于当下，更加专注于你的内在世界。当你在这样的环境中练习瑜伽时，你不仅在做体位法，你还在与印加祖先的智慧进行对话，感受到他们对大地、天空和宇宙的敬畏。想象一下，在日出时分，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古城的石墙，你在这里进行太阳礼拜 s o r i a Namaskar，随着你的每一个动作，你感觉自己像是在与历史的长河对话。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吸收这个神秘地方的灵气，这不仅是一场身体的旅行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探险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忘记，这样的瑜伽练习也需要一些实际的准备。高海拔可能会引起高山症，所以在你计划在马丘比丘做瑜伽之前，最好先适应一下高海拔环境。而且，别忘了带上你的瑜伽垫，因为印加人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很先进，但他们当时可没有专门为瑜伽设计的垫子。 总之，马丘比丘的高海拔瑜伽不仅是一种身体练习，它是一种文化和灵性的融合，是一次深入古代文明的心灵之旅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这个古城中展开你的瑜伽垫时，记得你不仅是在练习瑜伽，你还在与印加的灵魂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。哦，还有，别让羊驼分散了你的注意力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冰岛地热温泉的极光泳池派对，泡汤也要追光。 各位准备好您的泳装和毛巾了吗？今天我们要一起潜入冰岛的地热温泉，不仅仅是为了泡汤，还要在极光的绿幕下举办一场泳池派对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点科学加料。冰岛这个位于北大西洋的火山岛国是地热能的天堂。地热能是由于地球内部的放射性物质衰变而产生的热能，而冰岛正好坐落在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分界上，板块的移动造成了地热活动异常活跃。 这就是为什么冰岛有那么多温泉的原因，而且这些温泉不仅温暖了冰岛人的心，也温暖了他们的房子和游泳池。现在，想象一下，在寒冷的冰岛夜晚，你穿着泳装在热气腾腾的温泉中，四周是雪白的景色，头顶上则是绿色的极光在舞动。这不是一般的泡汤，这是一场视觉和感官的盛宴。极光，或者科学上称为极光，是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。 当这些粒子撞击大气层中的气体分子时，就会产生迷人的光影效果。但是，冰岛人不仅仅满足于静态的欣赏这一奇观，他们要的是极光泳池派对。想象一下，DJ 在温泉旁边放着动感的音乐，人们在水中随着节奏摇摆，而天空中的极光似乎也在随着音乐舞动。这是一场真正的自然和人类文化的融合派对。当然，这样的派对不是随时都有的，极光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现象。 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才能出现，比如太阳活动、地球磁场和大气条件。所以，当极光出现时，冰岛人会抓住机会，就像抓住夜晚的尾巴一样，开始他们的泳池派对。这种派对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放松，更是对心灵的洗涤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忘记生活中的烦恼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，在这个地球上最自然的灯光秀下，共同庆祝生命的美好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计划去冰岛旅行时， 不妨查查看有没有极光泳池派对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，让你在温暖的温泉中与冰冷的极光共舞，体验真正的冰火两重天。只是记得不要太专注于自拍，否则你可能会错过身边的自然奇观哦。亲爱的观众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一系列非常特别且令人想象的主题，从巴黎铁塔的浪漫提篮球赛到马丘比丘的高海拔瑜伽，再到冰岛地热温泉的极光泳池派对。 我们见识了运动和文化的奇妙结合，这些主题不仅让我们想象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，还让我们意识到运动和文化之间的联系。运动不仅仅是一种身体活动，它也是一种表演艺术，是一种与观众分享情感和故事的方式。而文化则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背景，它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想法。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，他们可以创造出独特而难忘的体验，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我们探讨的每个主题都有其独特之处，而且都有一些有趣的挑战。从球员们在巴黎铁塔下竞争观众注意力，到在马丘比丘的高海拔练习瑜伽，再到在冰岛的地热温泉中追逐极光，每一个场景都有其特殊的独特性和挑战性。 但正是这些挑战，让这些体验变得更加有趣和难忘。最后，我希望你们也能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，分享你们对这些主题的想法和观点。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们可以想象到什么样的体验？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奇妙而有趣的世界吧！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。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